请坐。还没有自我介绍，西元。名片上写得很清楚了。你不是要跟我谈贷款的事吗？孟先生，大五爷心急，我们总可以叙叙旧，互相熟悉一下对方。我跟你有什么旧可叙的？你在船上不要杀我吗？追得我满处跑。哎，你现在做了日本公使，就不能明目张胆的杀我了吧？高伟，记住吧，那个时候我还不是日本公使，只是一名小职员。哦，我大学是学银行管理的，不是学暗杀的。这个对你们来说不用学，不用学。我一个人没有杀，我是一个很笨的杀手，不像孟先生一出手就干掉了清水公使。孟先生也不用太担心，清水并不是个受欢迎的人。他在上海的几年毫无建树，帝国对他的做法缺乏兴趣。清水这种家伙除了傲慢自大，什么都不会。谢谢你，为大日本帝国出击了一个无能之辈。他罪有应得，是天杀的他。我只是很好奇，你真的敢来？也许你今天的运气没有那么好。不就是为了谈生意吗？你绕这么大圈子干什么呀？谈咱就坐下来谈，是不是？不想谈我拔腿就走。なんだ。来ていないと言っとけ。何？分かった。回せ。英祖结婚时交你的。哎。没有，我跟石原先生谈生意呢。没有问题啊。啊，日本三菱行对你的项目很感兴趣，如果只是要求贷款的话，为什么不考虑一下亚洲的银行？可以啊。快给岳父大人磕头。谁是你岳父大人啊？在家怎么教你的？泰山大人恩重如山，张小姐义薄云天，委身下嫁，晚生我羞愧难当，晚生我无地自容，晚生我晚没有叫你出来干什么啊？回自己房间里去。爹，这是做戏呢，他都这样了，那我也得做个签啊。相公请起，娘子免礼。你们可真够无聊的。搞什么搞啊？怎么从上海回来以后成小蛮子一样了你啊？瞧你干的那些烂事儿，大小姐根本就不愿意原谅你。说。泰山大人恩重如山，
张小姐义薄云天，委身下嫁。好了好了，还是人家大小姐大人大量，几句话就原谅你了。以后你要对大小姐结草衔环，才能报了人家的大恩大德。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啊。就是这么回事儿。青牛公，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，咱们还商量商量孩子们的婚期吧。好啊。我看了黄历，这个月的17日子好，你们家门朝东，大小姐是亥时出门，脚踏莲花往南绕一圈，南边是辰未，再往北。你是不是生病了？我们家正正北，那可是财神位啊。好好好。我还听孙神仙说，你新娘子没事吧？属猪，亥时出门，未时入门，没事，那是绝佳的风水啊。你还会去上海读书吗？小命都丢了一条，还上什么什么上海？你还想让大小姐为了你再挨一枪？说。晚生准备闭门不出，静思己过，诗书耕读。好了，我觉得他生病了，应该去看大夫。你插什么话？没看见我们在商量事情吗？从上海回来以后一点家当没有，回自己房间里去再商量你的婚事，你都不知道回避一下，厚脸皮，回去。我哎，你看木华这孩子现在大变样了吧？今天看上去感觉倒是忠厚守礼，不过我觉得他脸色倒是有些问题啊，在牢里待久了，受了些惊吓，养养就好。我请孙神医看过了，孙神医说，亏点元气，不碍事。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万一石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，那怎么办？日本人天天算计孟家，正愁抓不住把柄，现在你自己送上门了。石原跟我是旧相识。旧相识？回国我在船上被他追得满船跑。三菱银行的，你看看。今天早上我的疏忽，以后我会很小心，我不会让孟先生离开我的视线。老三啊，以后这种任性的事情就不要再发生了啊。说正题吧。没什么正题可说，日本人的生意做不得，他们谋划这个兵工厂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了，他们是看准我们孟家拿不下这个难关，所以他们觉得有机会，这就是饮鸩止渴。总得想办法吧。孟家的朋友可以给我买外债，但绝不会给我带一分钱的。阿麦尊先生怎么说？贷款不可能。买外宅嘛，可以的。你别笑话，哎，二姐，我觉得这事儿可以往下谈谈的。老三，你太性急了，我
会中人计的。好，九公，马上给我买外宅，买，马上买。商鼎银行愿意以1%期待利息给孟西中国企业提供贷款，作为利本公司对本国的商业事务也负有推广责任。孟先生可以考虑一下。你们都对孟家的军工厂感兴趣，是不是都想到一旦中日战争爆发了，哎，正好用孟家的军工厂给你们日本制造武器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我宁可把这厂子炸了。现在日本人已经制造出了世界上最好的武器，每年的钢铁产量是比于中国，有60多个工厂集体合作，倾注了全日本国力。仅凭你一个小小的还没有成气候的孟家军火厂，也敢说能为日本国做武器？给孟家贷款需要我抵押什么？孟先生，希望是什么？除了军工厂，什么都可以谈。我听说你有一支远洋船队，怎么样？很公平吧？没错，我是有一支远洋航队。可是，远洋航队的股份孟家只有一半啊。有一半股份在江湖官员手里，我听说了。我也听说孟先生可以做主。既然我们打算合作，都需要诚意。这件衣服，这款式，夸，这是我找了几个手工最好的师傅连夜赶出来的。你看看这个针脚，每个都是藏在里头的。你再看看这些花，这些边宽窄都是一样的。您看看有不合适的，我让他们改。就这珍珠呀，可是我一个一个挑的，一模一样大小，很难得的。我挺满意的。太太，听说李家里孩子吃上烟了，真是个败家子。我要是你呀，这门亲事。的主要商户优先选择30重工的生产流程，对新式武器的研发有义务告知银行股东阶层了解。请等一等，这我不太明白。选购器材方面优先考虑30的产品，我同意，我了解。
在发展新武器的时候要预先通告，这岂不是强人所难吗？这笔巨额的贷款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为三菱银行与贵方的合作经营。等等，需要说明的是，这不是合作经营。合作经营的事儿，合同里根本没有谈到，怎么突然冒出来合作经营呢？そちらの資産にも問題があると伝えてくれ。わかりました。合作经营是因为贵方的抵押资产不足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贵方的产业存在着很大的风险。什么风险？どんな問題ですか？資金はこちらが持つ。一旦出现亏损，银行为了对自己的贷款负责，必须采取必要的、有利的商业手段和商业措施。照你们的意思，如果我经营亏损了，你们三菱银行就可以直接没收我的军工厂，是不是？那还不直接改成三菱银行军工厂？有办法应接待一个。各位，今天的会议暂时到此为止，谢谢各位的参与。孟家为了答谢各位，今天晚上在和平饭店设宴招待各位，欢迎各位光临。在商言商，日本人是对的。抵押金额不足，抵押金额足了，我还贷什么款呀？陈先生陪着苏佩小姐来了好久了，你很应该陪他们吃顿饭。日本人，我来对付。合作经营，还想合作经营？不可能！九光，你什么意思？觉得是一回事，这件事应该怎么做是另外一回事。我一直不赞成跟他们谈，这是我的意思。你一定要谈的话，我还是会支持你的，这是做军师的规矩。有一件事你要考虑清楚，你要好好的想一想。像你爹这种有骨气有能力的人，为什么要靠开一个大烟馆去赚钱？为什么？开车。最近啊，外边人说你卖油，到我那儿的朋友呢也有这么说，气得苏菲也是天天跟人家吵。我说呀，说总得由别人去说，张嘴是干什么呢？在上海啊，做大烟生意最挣钱，是吧，陈先生？你才明白呀！爷，你好，吃饭。啊，对对对，吃饭吃饭。其实啊，我也是当笑话讲。说到笑话呀，最近上海有个奇事儿，不知道你听没听说呀？有个造假药的厂子，起了个外国人名，就说是那外国人的专利。后来啊，还真来了个杨瘪三，说那就是我父亲的名字，他要为他父亲争取权利。你说这编故事编出鬼来了吧？但是那老板啊，还真精，他吧。真把那杨瘪三啊带到照相馆去照相，让他做广告，还给他100元。你说这愣把他变真的了。就是那个什么造血丸哦，不是不是，补脑丸，补脑丸。我也听说了，居然他们的生意还做得挺好的，还请了什么洋人乐队来给他们打广告呢。要是生意都做那么简单就好了，让他
去跟那日本人谈，省得我们家老三啊整天愁眉苦脸的。是。哎呀，也不是愁眉苦脸，他是根本不会做生意。爹，这我得吃那个补脑丸。对，二爷，给我多买点。他缺脑。本来嘛，不管什么银行，咱总得按规矩来办。没有银行抵押贷款，咱们都是说不过去的吧。其实啊，孟家也不是没有东西可贷，不是还有远洋行队吗？我就不明白你干嘛非要把它交到政府手里管。那是老爷子生前的股份。是吗？他把老爷子生前开的大烟馆都关了，现在再谈起什么老爷子，我看大可不必啊。这日本人的事儿啊，我看就靠不住。老爷子生前说过，中日难免一战，只是时间还没到。日本人要能帮着我们造武器，太阳从西边出来。好了，不在饭桌上说这些了。是，给我头都大了，说点高兴的。等老爷子忌日一过呀，就把文禄的婚事办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你呀，凡事都给他出点主意。哎呦，他能听我的？你说的对，我肯定听，陈先生。来，我敬你。这个样子，跟他娘一样，疯了，真疯了，在这待半年，谁都得疯。真不是人待的地儿，连个事儿都没有。他已有今天呢，想当初啊，把咱们欺负的见了他直哆嗦，现在呢，啊？狼头哥，把枪放下，别激动，别激动。哎，狼头哥。狼头哥，这不是闹着玩，把枪放下！别别！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疯子！日本人包藏祸心，我想老三是看明白的。我担心的是他操之过急，凡事欲速不达。我同意你的观点，也觉得日本人不会那么简单。今天在饭桌上说到跟苏佩的婚事，还有不搭腔。陈先生怂恿他要把远洋行队押出去，老三好像很动心。陈先生的算盘早就打好了，他跟日本人有什么两样？
远洋航队的股权在他手上，另一半让马奎监管，是为了防备他跟日本人勾结。兆头不好。我总认为，如果老三跟苏佩的婚事能早点办了，这姓陈的不至于这么赶尽杀绝。可老三的心思不在苏佩身上，我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这一年刚开始，倒好像要过到头了。借钱的人就是遭人讨厌呀！我这几天跑银行，嗓子快说出血来了。上海滩传的满城风雨，说你到处借钱。哎，我这可是穷衙门呐。哎，不是三菱银行愿意给你贷款吗？自己国家银行不肯贷，理由是进口武器是宋家的买卖，自然不敢得罪啊。别的国家肯贷，条件是只能做鸦片、赌场、彩票生意，都他妈跟商量好似的。他们想让我们进口武器啊。说吧，需要我怎么帮你？我想拿回孟家远洋公司另一半的股份，去做抵押。抵押金额不足，日本银行当然可以提出合作经营。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。我可以多赔几艘船，但兵工厂绝不允许外人插手，绝不允许。另外，我想去政府那儿争取一些订单，工厂有了前景，贷款就更方便一些。订单的事情我可以帮你处理。中国人不缺打仗，日本人在华北频频挑衅，我看动手是早晚的事情。各地的军队对武器的需求量很大，又不像中央军队那么有钱，大概我还是有点办法的。至于远洋航队，你要慎重考虑，没有别的办法了吧？我就是把孟家所有的家当抵出去，这款子还是贷不下来。我都想过，我觉得还是太冒险了。远洋航队的另外一半股权在陈先生手里，他跟日本人的关系太密切了。有我在这儿，他们还不敢用这支航队做违法的事情。但是，一旦要抵押出去，出现任何后果，就无法控制了。这只不过是股份抵押，远洋公司怎么经营，政府还是有一定的监管权力的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我一定要试一试。有一点你放心，如果失败，我一定亲手炸了这个兵工厂。我的警告都说完了，你如果还坚持，就把它拿走。你把这个世界想得太简单了，不是非要有抵押才能贷款，也不是非要远洋航队才能做抵押。这个世界不是一把钥匙只能开一把锁的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不告诉一声，自己就到马奎那儿把东西拿回来了。你真的相信三菱银行的许诺吗？你真的相信日本人要给你钱制造子弹打死自己的士兵吗？你错了。原来我是跟一个蠢人在做事。九姑，不要把自己气坏了。不，你让九姑把肚子的话说出来。哎，说说说。我送你四个字：与虎谋皮。这四个字说过了啊。我再说，我再说，再说，再说，说到你记住为止。九哥，这事我没跟你打招呼，不代表我不信任。我不在乎你信任不信任我。信任你。信任不信任是一回事，能不能这样做是另外一件事。我觉得可以呀、啊、我觉得可以做呀。二姐。老三，你不要跟九公嬉皮笑脸的。九公，你告诉他。这是远洋航队，是你爹资助国民革命，国民政府特许他经营的。早期我们做过军械，
药品、瓷器、大黄，全家根本养活不起。后来我们把它拿出来报给陈先生，陈先生开始就固定的长期的做鸦片生意。孟家提供政治保护、租界卖面子，国民党不敢来查。对，我们分了不少红，但是鸦片的利润不是我们独得的。政府里的几个大佬都是有份的，这个钱宋夫人也是有份的。哟，这事儿还通天呢。是通天的。你停了鸦片的生意啊还不要紧，你把远洋行队抵押给日本人，你知道后果吗？日本人控制了上海的鸦片输入，全上海滩的每一个家族都会起来反对。太简单了，主子换了。我也很简单，我就要军工厂的贷款，而且兵工厂根本没有贷款。日本人答应没有人会给你贷款。这个危机都几十年了，不要做那个梦了，一切都恢复原样。武器的进口是宋家的禁区，他们有钱可拿，他们要控制军队，你斗得过他们吗？爹都争不到。爹是没机会去争，所以遗憾的走了。我不想带着遗憾去地底下见爹。现在有机会了，有贷款摆在你面前，为什么不去拿呢？先拿到这个贷款，这个事情就往前进一步了，下边是等不来的。你这样做就是撬起孟家的根基。孟家还有根基吗？孟家还有根基吗？腐朽腐烂的根基，那不是撬，而是铲除。谁当我铲谁？我刚回国的时候听啊，觉得软绵绵的，不给劲儿。现在听还挺有味道的。等孟先生有了闲工夫，我去找几个姐妹来，一人说一段情书给孟先生听。好啊，待会儿他们唱完了是不是得打赏啊？那是自然的。给多少合适？这个随意给吧，来的客阔气的给他5块钱呢。那太少了。哎呀，没带钱呢。快拿支笔来。赏他们。孟先生，去孟家领钱。谢谢孟大爷。嗨，瞧见了吧，没给赏之前叫孟先生，给了赏改成孟大爷了，还是钱起作用。那一会儿我伺候完您，是不是也要举着扇子到孟府里打赏啊？好啊，你管他们多多样，就说我成天赖在你这不走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说话可以得算话。今天天亮之前走了，你就不是男人。我可是把所有客人都推了，一心一意只为陪你呢。真会说话。那你帮我个忙怎么样？什么忙啊？你帮我把这个人请来，你要是办成了，
要什么我给。那我现在就派人去。那我要你这个人，你给吗？搬进来，阿婆。哎，能不能轻一点？好嘞，好嘞，轻点，轻点。麻利点，麻利点。阿婆，哎，太太。小姐呢？啊，小姐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麻利点，麻利点。小姐到哪去了？啊，太太，小姐上镇上买报纸去了。哎，快点，拜拜，办理办，办理办。闺女啊，你到店里去转一转，看看有什么好的珠宝首饰，喜欢就把它买下来。你陪小姐去吧。是。看看你周围的桌子吧。哼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还不都是为了你那个乖女婿。哼，她还不是我女婿呢。你们想找她的麻烦，约我出来干什么呀？听说她要搞他们家的军火厂，要把远洋航队抵押出去。这事儿你可不能由得他，那是他自己的家产，不知道，你们可以去问他呀。咱们唱戏的不瞒敲锣的，你心里怎么想我们都知道，现在的问题是你到底想怎么做。上海滩都指望着远洋航队运鸦片，他是不做鸦片生意，可也不能断了大伙儿的财路。你们各走各的道。我知道你跟日本人走得近，这里边到底想有什么样的变化？日本人是不是要把远洋航队拿过去，控制整个上海的鸦片？你提前说一句，大伙儿提前心里有数。放心吧，鸦片生意你们照做。毕竟远洋航队是抵押给日本人，不是卖给他们，我还是做得了主的。这小子也不是一块成才的料，我们是不是该换个人？换谁？想怎么干？你说清楚了，我再说。其实我们都错了。我第一次见着孟家这个少爷的时候，以为他就是一个白痴，一个傻蛋，顶着孟家这点祖业替我们赚点钱。结果呢，我们反而落他手里。
榔头迫不及待的跳出来造了一回，人家轻描淡写的就化解，浮出水面几个帮他的人已经是上海滩惹不起的人物，没浮出来的有多少不知道。我们打算扶持榔头组建他自己的家族，先让他经营一部分孟家的事业，我们只是在背后做支持。孟家在上海经营这么多年，要是正面跟他们作战，到底有多大的赢面不知道，所以我们决定搅他个七荤八素，慢慢的把他的势力夺过来。你干不干？